此番比试规则为没有规则。一炷香的时间内，还留在场上的人，由本派望舒先生抛出绣球，得绣球者即先生良人，亦是我汀兰书院的贵人。既是贵人。 那便得鼎力相助啊！诸位不能决定先生抉择，但可以决定谁与先生无缘。比赛现在开始。我不想同你打。 你们也打不过我。 出手！少废话，谁叫你是第一名呢？如此规则，就是让我们针对你。喂，我认输行不行啊？不行，要么被打死，要么被打死，没有认输。你！ 恭喜恭喜！你到底想干嘛？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害我？你说你跟我无冤无仇是吗？你活埋我的时候干嘛？不是你活埋我的，毒打我的不是你吗？啊，用刀捅我的是不是你？刚才你还一箭射杀了我，我给你无冤无仇，你给我在这儿等着。那你就是故意设局害我。 我就是故意设局害你，那四人就是我故意设局的，还说走啊？怎么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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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
这是什么？婚书。
去帮把婚书取了。施叔祖，侄愿命您亲手取的。嗯，侄愿的意思好像也是想缓解一下您跟墨回殿下的关系吧。就你话多。